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“偷占偷念”，一世人欠。偷占偷念，一世人欠。这句话是真单纯的，偷占偷念，偷占。就是金分，偷量就是蚕食。用偷量的手段食好，用偷量的手法食饱，拢是以无正当的手段侵犯着别人的权益。你去占别人的大便宜，或者是小便宜，你算是不法的行为，侵害着别人的权益，安尼你所产生的痛苦是啥？就是会一世人欠，就是你一世人爱负责真济亏欠的心理，因为这毋是你应当的所得。你若要甲占做家己的，这就是你人生的亏欠。像安尼一句话，当然会当甲咱警告，毋是咱的物件，就千万毋通想要摕。咱要趁钱。就爱趁人的甘愿钱，要啉就爱啉人的甘愿酒。像安尼一句话，这是真心的意思。你要摕的，是爱人的甘愿钱，啉人的欢喜酒。其实上简单的意思，就是爱人守本分，莫去占人的小便宜，甚至。应该别人所得的，咱就无应该占做家己的。今仔日咱每一个人，若把这句话当作本分，我想这是一个真简单做人做事的大道理。咱无应该去贪些不法的所得，不法的所得已经侵占伊的时阵。立过后，第三章负面的影响。这句俗语，利用无正当的手段得到利益，一世人会留落歹名声。来，今仔日的俗语，偷占偷念，一世人欠，就讨论到这。多谢大家。